陆某事善，孽背身亡。在贵州地方，有一位精壮结实的中年男子，人称陆一刀。他对鳝鱼情有独钟，每餐必定烹食。为了吃鳝鱼，他练就一手犀利刀法，能在极短时间内将鳝鱼做成各式不同料理。他为什么这么爱吃鳝鱼呢？你在问我吗？你可知鳝鱼陪我度过人生中每个重要阶段？打从出娘胎呱呱落地时，我就把鳝鱼剁碎的肉泥当奶喝。还不满十岁时，就开始去湖边钓鳝鱼。被我抓到的鳝鱼不计其数。刚过20岁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拿起我最爱的钢刀，学做鳝鱼料理。预备，开始！看我的！停！哇，才5分钟，做了18种不同的鳝鱼料理，轻易的打破金氏纪录。人人叫我鳝鱼杀手陆一刀。可是这个……怀疑的口气。算你有福气，现在就让你开开眼界。又被我杀完了，一条都不剩。哇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哇，快去买！鳝鱼，鳝鱼，我爱你。鳝鱼，鳝鱼，最娇贵，生下又在池塘里。鳝鱼，鳝鱼，我爱你。鳝鱼，鳝鱼，我爱你。来哦，周年庆大相送，交费满5两银子即可参加。陆大爷您好，您是我们 VIP 专属会员，可优先参加摸鳝鱼活动。这就是我们摸鳝鱼的彩箱。耶，太好了，正合我意。祝您手到擒来。嘿嘿，看我的。有了。搞什么鬼？嘿嘿，不好意思，伙计拿错了人家变魔术的道具箱。拿出一点专业精神好吗？这个准没错，放心摸吧。说正经的哦。好重啊！哇，他们疯了吗？干嘛紧咬着我不放？快把你们的嘴松开！我跟你们有仇吗？没力了。陆大爷，真是对不起您，这些鳝鱼平时挺温顺的，这会儿全发狂了，我们来帮您，要撑住哦！1、2、3，加油！1、2、3，加油！哇哟，有救啊！哇，这下可好了，陆一刀变成了陆飞刀，不知要飞向何方。我的筋骨全断了。救命啊！我命休矣！原来鳝鱼也陪我走完人生最后阶段。我们在家应当以佛法的因果道理教导家人，这样才能使家里的每一个人
都不会有杀生的念头。